刚接到村子里大哥打的电话，说皮蛋已经跑到前面村子里了。回家，回家！哎呀，跑到你门口！山庄前面村子里边的人特别的善良，把皮蛋给我送了过来。这山庄被拆的消息来得太突然了，这个平时简单而又普通的场景，在不久的将来将永远不会再重演，只能停留在我们的回忆当中，在儿子以后的人生当中，也许会成为他最美好的童年记忆。咱把狗送给别人吧。啊？你说吧。啊？什么呀？都不想送，咱都留着。儿子不忍心送走任何一条狗，我也不会让任何一条猫狗离开我。因为格格的特殊情况，团团、皮蛋他们三个之间必须得隔离一个，不然的话还会引起冲突。他们俩都想守着格格，非常容易擦枪走火。因为皮蛋本身他的脑子都不太灵光，这个时候更加乱了心智，他对眼前存在的威胁根本就是视而不见。他们俩都想守着格格，而格格对皮蛋根本就不来电，直到相思了无意，未访惆怅是轻狂，皮蛋进入了单相思的状态。皮蛋还是在四处寻找格格，因为我关格格的时候他没看见，对皮蛋来说，只要是他没有看见的都是没有发生过，只能靠不太灵敏的嗅觉去四处寻找格格的踪迹。有马失前蹄，也有狗失后腿，皮蛋又被吓了一跳。哎哎哎，看见皮蛋挑逗格格，团团刚才差点咬上，把皮蛋吓得小心脏扑通扑通的，先躲一会儿抚慰一下受伤的心灵。他还是很执着的一直跟着格格，但是格格已经开始对他反感了，因为格格习惯独来独往，所以后边带一个跟屁虫，猛一下肯定不习惯。保暖思阴郁，饥寒起盗心，皮蛋又开始骚扰格格了。如果是我不在场，团团早就上去攻击皮蛋了。格格对皮蛋也是彻底的反感了。皮蛋这两天变得特别的灵活，并且奔跑的速度也提高了不少，我的镜头都跟不上他了。团团一直在严防死守，只要皮蛋出现出格的动作，格格就时刻准备上去教训。皮蛋又开始跟团团较劲了，他一直不服团团，但是他也不上去咬，把团团弄得浑身发毛。团团搞不清楚皮蛋这属于什么招式，要么打架，要么谁就别惹谁，这算哪一出呀？这皮蛋对格格还是死缠烂打。格格一不小心神游出了山庄，等我叫他的时候，他才知道他已经出界。皮蛋这几天一直都不再跟随我了，以前我都说过，只要是皮蛋排除了母狗还有玩具的诱惑，他会一直跟随着我，现在诱惑力更大了。皮蛋一个不留神又把目标给跟丢了，又开始了他的标志性动作，东瞅瞅西望望。他在亭子旁边徘徊了好长时间，都找不到格格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皮蛋的听觉、视觉、嗅觉都不行，让他寻找一个目标比中500万的彩票都难，连我都能听到格格的那个脖圈声音。而他抛弃这些功能全部不用，一直在模仿福尔摩斯，用他那反应迟钝的大脑在分析着现场。山庄就这么大的地方，连格格平时喜欢去哪儿他都不知道。每次我看到皮蛋屁股上的两个酒窝，我都感觉特别好笑。终于被他发现目标了，真不容易啊！这次一定得把格格盯紧了，不能再把他丢失了，不然就太难为宝宝了。皮蛋想跟团团共饮一盆水，与其说团团是礼让三仙，不如说他和谐一顾。皮蛋才不管他那一套呢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啥事不往心里搁。格格和米娅会趴下的动作，皮蛋只会做，别的口令基本上听不懂。欢欢这两天好像有点移情别恋呢，喜欢主动的找皮蛋玩。欢欢一直在向皮蛋示好，而皮蛋现在对他却不感兴趣。屁股撅起来了，擦擦脸。皮蛋对玩具是永远保持着高涨的兴趣，吃的东西他可以让，玩的东西他是谁也不让。睡着了，谁偷吃我的我都不知道啊！谁偷吃我手里边的肉干我也不知道，我已经睡着了，睡着了。不能再咬了啊！你们俩再咬，你看打不打？狠狠打了都得。啊，天天白天晚上都在一个屋子里边供着眠，说翻脸都翻脸啊！十年修的同船渡，百年修的供着眠。
别说打架了，吵架都不能。以后听见了没有，哥哥？啊，皮蛋，皮蛋，听见了没有？非得给你说齐心话，你听见了没有？啊，皮蛋，俩不省心的，待遇够高了，给你们弄的专门的房间，天天在一起，有狗窝，有好吃的，有好玩的。现在无事生非，一个破玩具有什么好的？在那争过来争过去，啊，有什么好的？什么东西比你们的友谊还珍贵？啊，晚上回去写个深刻的检查。不是这个玩具惹的话，我看还抢不抢了？还抢不抢了这个玩具？啊，我看谁还抢，给谁还抢，抢吧。好狗开始品尝，皮蛋，好狗。皮蛋现在反应快了，皮蛋还是把欢欢的给抢了。六哥来了，看看是什么是马犬，什么样的狗。在那儿，哎呦，这哪是马圈呀？这不是马圈，马圈没有啥钱的呀。拉布拉多配的。啊？他娘是个拉布拉多。不要了，要他不要小狗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谁给来的？鸡腿儿，张老兄的鸡腿儿。哎，来来来，张老兄，你让他碰着他了，看看小狗吧，别吓着小狗啊，来吧。还没发现，看见了，哎，没发现，太黑了，哎呀，小哥，钱，哥哥，嗯，他名额都输了，勾跟勾输了快了分。这是专门给他们开了一个大冰柜，就放猫猫狗狗吃的这一些啊，肉啦、鸡肝啦之类的。狗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看得着够不着，这个高度对皮蛋而言是无法企及的。很多朋友想看皮蛋屁股上的两个酒窝，今天我就来一个特写，满足朋友的愿。皮蛋的潜能被最大化激发出来，我第一次看到他会坐立，并且还立了这么长时间，让我特别的意外。嘿，真厉害呀！今天皮蛋的活动量太大了，如果没狗跟他抢的话，他很快就会厌烦。谈谈瞄上米娅的玩具了，米娅虽然怕谈谈，但是他还是死护着自己的玩具，仗着自己的身体灵活，让团团也虚晃了一下。没狗跟他抢，他就不愿意玩，这是越有抢呢，越愿意玩。把玩具放到窗台上，明显是偏袒米娅。按照米娅的弹跳力，拿下这个玩具根本不费吹灰之力，就看看米娅怎么发力了。我猜测米娅的心态是先让皮蛋五个回合。米娅的智商其实也挺高的，她不急于拿下这个玩具是因为她怕碰到屋里面去。结果毫无悬念，还是米娅胜出。好了，喜欢田园生活，喜欢萌宠的，请您关注转发。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其实黑豆的独立性也是特别强，有玩的他就跟别的狗互动，没玩的他就自己玩。因为皮蛋皮糙肉厚，所以他经常在皮蛋身上练习磨牙。黑豆现在对玩具还没有多大的兴趣，皮蛋的耳朵对他的诱惑力是比较大的，咬着口感也好，顺便还能磨磨牙。皮蛋刚来山庄的时候，我记得还攻击过格格，现在基本上完全没有攻击性了。对待黑豆也像一个暖男，有时候对玩具不感兴趣了，也会跟黑豆互动一会儿。但是他跟黑豆不管怎么玩都不会下嘴去咬黑豆，最多摆摆头晃一晃黑豆。这个时候皮蛋也展现出了足够的耐心。但身上的光环特别多，一根弦儿、缺根筋、半吊子都可以用到他身上。但是在这次测试当中，皮蛋的表现让我最意外，从始至终基本上没有离开过我。格格到这个时候才感觉真的不太对劲了，
他也在我身旁缓缓地坐下，开始对我的守护。我不知道如果这个时候来陌生人，他们会有什么表现。而皮蛋可能是想通过他的狗公呼吸想把我唤醒，但是我真的怕他这一张大脸，尤其是兜不住口水的嘴。可能皮蛋是陪伴犬的缘故，我倒地已经十几分钟了，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没有离开过我。皮蛋对玩具的执着远超一切，作为他狗生最大的目标，你永远想象不到他对玩具有多。我担心他们再发生冲突，所以把这个玩具放在了葡萄架上，这个位置非常高，就连米娅跳起来也够不着了。有时候我常常在想，皮蛋就是猴子搬来的救兵，他来山庄就是负责搞笑的。如果推出一档欢乐喜剧狗的节目，皮蛋无疑肯定能拿第一。皮蛋的执着很快引来了围观，别的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本着围观的心态和闲得蛋疼的思想，他们都在观察着皮蛋。米娅时不时的也参与了进来，把玩具放得离皮蛋更近了，但是对于皮蛋来说还是望尘莫及。他现在已经急得踮起脚尖跳起了芭蕾，此时此刻皮蛋又恨起了天高，恨起了腿短，靠身体条件和体力肯定是拿不到这个球了。如果是想依靠智商的话，可惜皮蛋没有。努力虽然不一定成功，但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。付出不一定有回报，但不付出一定没有回报。皮蛋为了拿到玩具什么招式都用上了，急得后腿直蹬，想要飞翔。有时候我看到皮蛋的执着，就跟看周星驰的喜剧一样，先是捧腹大笑，继而沉思，回味以后留下的只有感动。哭过，拼过，累过，笑过，这才是真正的生活。虽然目标很遥远，努力也不一定能实现，但是为了自己的追求还要倾尽全力，说不定哪一天幸运就会从天而降。皮蛋的执着终于感动了天，感动了地，虽然姿势不好看，但是愿望已实现。皮蛋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比较有仪式感，就连他吃萝卜也让我们感觉以前我们吃的方法都不对，要不然为什么吃不出他这种香甜感。看着皮蛋吃萝卜，我都怀疑我自己以前吃的是不是萝卜。我的印象当中萝卜应该没有这么香甜。皮蛋好像有短暂失忆症，他玩玩具有时候会把玩具给忘了，跟主人能把主人给蹬丢了。今天我得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。大门对他们来说是个警戒线，平日里我绝对不允许他们出去，因为皮蛋有时候的行为我不能理解，所以今天我必须得跟踪他一下。他出门以后也不是直接就往外边跑，而是这边拉一包那边尿一包，好像要给自己设立一个回家的标志。别的狗做个记号能找回山庄，我相信对皮蛋而言就不一定了，这一出去肯定就是一个丢。还好皮蛋还没有走远，他还在频繁地做记号，这明显是想要离家出走的节奏。去拿龟了，你回去，走走，回家回家回家，来走回来。皮蛋迈着不情不愿的步伐往山庄走去。皮蛋这个时候好像也意识到犯了错误，他上一次的走丢就把我给吓了一跳，如果不是村子里边大哥把他给送回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往外跑了啊，今天又私奔了你。米娅又准备坐大沙发了，把皮蛋的脸都压变形了。皮蛋在心里一遍一遍骂了米娅，年轻人太不讲武德了。皮蛋本来已经玩累了睡着了，米娅又开始不讲武德，把他当成大沙发了。来吧，下面就轮到重量级选手皮蛋上场了。对于皮蛋的测试应该是万众瞩目，对于皮蛋我和朋友们最担心的就是他拉尿到我身上。哎，得叫他一声了。皮蛋听见我的召唤无动于衷，还在四处寻找着自己熟悉的味道，也可能他的私事还没办完，所以一直在东闻闻西嗅嗅。经过短暂的延时，终于有所反应了，明显皮蛋已经起了疑心，但是受制于脑袋不灵光，一时半会儿他还分析不出来目前的状况。皮蛋给吓傻了，吓傻了，吓傻了。哦，皮蛋，还不相信是我？啊，不相信？哦，别，皮蛋，哎呀，还不相信是我呢？啊，还不相信是主人呢？到现在还不相信呢？啊，哎呀，你看看，小心翼翼的，还不相信呢？还是有点不相信。第一场冬雪虽然不大，但是给山庄裹上一层银装。因为担心山庄温度低，怕几条狗给冻着了，天气也冷了，正好给他们铺上。米娅和皮蛋的造型特别像一个服装的品牌，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。皮蛋身上特别有戏，他经常都是坐着就能睡着，并且他打鼾声特别大，
但是他也时刻警觉着主人的动静，虽然是已经瞌睡得不能行了，但是还特别留意我，我只要发出一点声音他就特别的警觉。他在努力控制着自己犯困，怕万一睡着了主人不见了怎么办。既然皮蛋这么害怕看不着我，所以我就给他来一个见证奇迹的时刻，我看一下当主人凭空消失他会有什么表现。每次测试皮蛋都特别有意思，因为他把每次测试能变得非常有趣，并且非常的配合。这次是真傻眼了，彻底蒙圈了，本身他就不会脑筋急转弯，再一次遇到了狗生的迷茫。经过短暂的思考开始寻找我，然后再继续思考，他肯定在心想，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，对于皮蛋来讲，如果不穿帮他想一辈子也不会想明白，这么大的一个活人怎么凭空就消失了，这到底是什么现象什么原理，这也太恐怖太吓狗了。皮蛋就是这样天生自带搞笑，所以我经常说皮蛋搞笑是认真的。我一直以为皮蛋的嗅觉不行呢，这皮蛋的嗅觉也可以。这三个不成亲的把最后的床给霸占，而且睡的是热火朝天肆意妄为。这个小茶室这么大的地方，他们三个非得挤到一块儿。到下了一个二号是在那窝小狗在埋怨，到时候我们就看看，如果只是赞扬，那皮蛋就戴了一顶帝王绿的帽子，还是玻璃种，我也就不往回抱小狗了。好好的一锅粥让他给熬成了干饭，我百吃不厌，再吃也是不愿意过。这个地方就是别人最后看到皮蛋的地方，说的顺着这个路往下走了。现在我们全家兵分三路在这个区域找一下，现在我们再顺着老桥这条路再往回找一找。皮蛋，我们全家现在心里边都非常忐忑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皮蛋找回来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。皮蛋回来了没有？还没有，还是没回来。这一次皮蛋能不能找到？欢迎收看下集。